于贤明打第一个球，这个球游击手在后面拦到了，捡起来传。哇，很重要。哇，守在那个位置也是料想不到的。站得蛮靠近三垒这里。也对，他很注意这个三游之间的那个洞，因为他相信说李居冠的速度比较快，而且投都是投在外角的位置，他怎么会守在那个位置？真的很奇怪。对，这个球几乎是一个安打的位置啊。三游这边标准的一个路线会穿出去。对，于贤明都觉得莫名其妙，怎么会被接住了？我记得那个叫你醒掉，王胜伟啊，就忽然出现在那里。嗯，布阵啊，这次的布阵也相当的成功啊。哇，147的速球。局管的球速相当的快，速度快啊，所以手背都比较偏右半边的一个布阵啊，游击手又守得比较靠近垒包的方向。好球，这个变化球在外角，好球带，连续的两个好球。看起来内野的布阵就比较正常了。如果刚刚王胜伟是站在现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刚刚于贤明的球应该是要传出去的。也有可能解决这个人以后就换投手，也有这个机会了。因为接下来是三位左打者，有这个机会。下一棒应该是苏建龙。苏建龙的话应该是解决苏以后再来换左投手。刚刚也看到这个汤马士已经在做热身了，外角球挥棒落空，关键的滑球哈，李居冠呢送出了第一 K， 三垒掉的林宗南，直插球，利用中指的一个加压形成的滑球的效果。过去的四场比赛初赛啊都没有掉任何的分数。关键哦，两次的失误造成三分的非自责分。本来说最近啊，陈志伟的防守手背非常手感很好，因为今天没想到一次失误就两个。对，稍微急了一点。苏建荣的打击今天第二次站上打击区，前面一次呢是获得四坏球保送。哦，这个球吹到了148，不过稍微投的外角偏低，控球才是重点。李居冠在过去两场比赛啊，都是面对牛队，也就是本周三连战的前两场赛事都有出来丢。那由于在第二场的比赛啊，就差距过大，所以没有拿到中继成功。这球投进了好球带，今天在本垒后方啊，有位球迷非常的热情，爱球爱规定，刚好又在我们家收音的旁边了，所以转播的球迷应该听得还蛮清楚的。当然支持球，好像是穿洋基队的那个服装的那位。对对对，支持中华职棒是相当好的，但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声音部分，不要影响到球员。不过他精神可嘉，精神可嘉，话不停，我会叫你啊，都一路都还蛮有力的。人家要放球的时候，他还比那个投球的姿势。有的时候会造成干扰，就是怕会对影响到选手，不管是投手或是打击，就总是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动来动去的。相较起来，这旁边两位拿着 K 的球迷朋友就还蛮冷静。苏建荣现在的球数啊是两个好球，三个坏球，满球数了。李居冠在
这个半局上来啊，先解决了两位的打者，也是阶段性的任务。这个球出棒，结果打到了十二垒后方的一个飞球，过去没有办法接到，形成安打。安打，讨厌，要不要换投手？苏建荣这时候呢敲出了安打，这场比赛啊牛队团队第五支的安打。这时候李峰华教练上来了，换投手是绝对正确的。下一棒是左打的林奕泉，有没有可能让左投的汤马士小火车提早上班打卡？冒一个风险啊，一棒追平啊，所以换投手是比较合理了。果然是要换投手了，李俊。